看微博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都要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本命20分钟前在微博爆出来他最喜欢的声音了，哎，我真心哭翻了。哦，我现在上班呢，咱晚上回去想他啊，想他。不会这么巧吧？一如，啊，你吃饭了吗？啊，我还没，但一会儿等你老爸来，我就跟你一起下班了。哦。盛盛，啊，你有喜欢的配音演员吗？没太了解过，感觉都挺好听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在网上有很多好听的声音呢。你看咱们有些电视剧啊，虽然演员在说话，但不一定是他本人的声音，有可能是配音演员在配的。啊，我知道。还有很多那个广播剧，纯粹是因为自己的兴趣聚在一起，给自己喜欢的小说配音，可厉害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强金子。不是我不想看，是你的粉丝就在我旁边。